然后这个机器是这个电源插这里，然后后面这里插电源，这里，然后装上配件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开机了。开机，然后这里加速，加速，然后按这个是到最快的速度，这是到最快的速度，然后声音，这个声音是很小的。这些配件都可以换，想怎么换头就怎么换头，这些都可以。店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配件，像这些都可以，有大的有小，这些玻璃啊，这些这几款是玻璃，还有很多配件没办法全部拍进来。然后我们可以减慢，这是开关来的，开也是它，关也是它，然后这是最快，可以，好了。